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鸿，我是怡。各位，你觉得可乐还有雪碧容易分辨吗？应该都是很容易是吗？因为两个都有非常独特的味道。但是最近我就看到一个实验，非常的有趣。只要你闻不到气味，你就分辨不出哪一个是雪碧或者是可乐。这样你觉得容易分出来吗？不懂。这你还懂什么？我觉得啦，我应该可以分辨出来哪一个可乐，毕竟我喝了这么多年的可乐。你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我会带这个呢？其实要拿来蒙眼了，等一下。你有没有眼罩？OK， 现在我们就开始了。哇，赢了没？OK， 这样我先塞鼻子先。你很丑啊你。不要弄我啊！对，我看到哦，看到啦。我玩就不要玩臭了嘛，test 不了啊。我真的是觉得很容易分辨得出来。要倒完吗？不用倒完啦，哪里没给我？这个。Sprite 啊喂 ，Sprite。Right, OK， 现在是那个啊，哎，哎，可以再给我喝回第一杯吗？真的分辨得出来，那个是 Sprite， 对不对？嗯。第二个那个是可乐。可以咯，哎，那你塞哦，哎，我帮你。不要，我是靠口感来分辨出来的，我觉得是蛮容易的。塞满一点呢。OK， 可以啊。啊，很难呼吸哎。OK， 你弄我？我真的是很想做实验罢了，没有弄你啊。没有。摸一下，我的嘴角这里的臭。我不懂这么我们的关系会变成这样。我呼吸不到，不要讲了。对啊，要哪一个？等一下拿这个嘛，要拿那么屌？你不是两个屌一样？没有啦。那个抽个脸手，你不要动我。两个屌一样？没有。是 spy 的吗？啊，我们不可以讲真的，现在。要不要喝回第一个？可乐，没啊？可乐，我不可以讲先。你再喝回第一罐子，你再喝回第一罐子。不要骗我，没有骗你，没有骗你，真的没有。你不要乱问我，你给我那两个一起给我，一起给我。OK， 这个是第一个。没有哦，我重量两个都是这个，看出来两个都是一样。两个都是一样。OK。怎么？OK， 你再试试看，再试试看的。OK， 你不要动，走开。OK， 要动啊！可乐啊，这个是不是？你再看清楚一点。没有骗我们。没有骗你啊！可乐啊，不是刚才你也喝了这个吗？那我跟你讲它的分别，这个你喝了那个舌头会比较海一点的。喂，你再试试看啊，你这样试，然后你再喝这个会比较没有海的。没差。这样你觉得你分得出来吗？分不出，一样，都是一样味道。我可以分辨出来可乐还有雪碧的口感是不一样的。像你们有玩过这个实验吗？没有的话去试一试，然后再回来这里留言一下，看看你的答案是什么，分辨得出还是分辨不出。我是觉得这个实验是蛮有趣的，大家可以和家人去试试看啊，玩一玩。 OK， 像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啊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 like and share， 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然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去我的 FBI IG 看看啦。叫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